講客家文化，我搖車後生條魚來，唔顧，按我用乜嘅方法，搶後生條魚，按我。年頭最多嘅新北市，有當用嚟嘅客家政策，客家新聞採訪團隊準講新北市客家社會局長賴金河，並有分析新北市客家中內嘅發展方向。5月17日，安排到10点，常收听《三国之友》下方路。